我跟你讲，这个牛仔裤你们要收哎、欸，超瘦的，而且这牛仔裤我刚刚一穿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，它弹性超爆好之外，它裤头这边是有做松紧的，对，整圈的内松紧、哦，整圈的内松紧，而且它那件是夏天的布料，所以它穿起来是很舒服，超级凉。重点是它这个弹性超好，我是可以这样，很弹性布料。所以我觉得台湾天气比较适合那种比较薄的牛仔，做有一点九分的感觉。对，就它不是做到整個版，娇小的完全可以。对，娇小的女生，我跟你们讲，你选牛仔裤，你就要选这种版型的，就是让你的脚踝有一点点露出来，整个包住你视觉效果，你的身高就会被拉低。但如果你稍微露出一点脚脖子，像这样，然后再穿一个这种鞋，会。哎、欸，这件裤子超好看，而且它的刷色超级美，超美的，就是很夏天的那种刷色，而且它是浅色，不会显胖的那种。没错，这一件真的很舒服，它这边它是做刚好让你感觉很包覆，但是又会有让你有空间，就是很舒服的那种。